第二题，计算7的三次方加负4的三次方之值是多少？好，我们先来算一下，7的三次方叫做7乘以7乘以7，等于343。那负4的三次方呢？这个叫做3个负4乘起来。那3个负4乘起来呢？我们先算符号，负负得正，正负得负，再算数字。4乘以4乘以4等于64，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7的三次方加负4的三次方，这个等于343加上负64，所以呢，算出来等于279。答案选 C 这个选项。